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被鱼玩的龙哥。今天我们过来这边是挖螃蟹的。我们发现一个洞，我们挖一下有没有。有一只啊，这个洞比较浅，很好。哇，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挖的螃蟹，这是南海蜥蜴。哇，我们放出来动一下它。它都不夹我了，它不动了，这么笨的哈，怎么螃蟹这么笨呢？动一下它，哦，走了，它走不掉了。嘿嘿，我的朋友他。它多不到，等我来上了。哎呀，好多树根啊，太深了，我很难挖。没事，抓到它已经。行动啊！我刚拉出来那一个超级，我感觉不是很大一个。哇，夹着我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公还是母的，哦，是一个公，全母，它是不是很大一个？哇，夹得我好痛啊！对，哇，又夹住我了，只能先把它放了，看一下它松不松开，它不松开呀。哦，松了，哇，夹着我，两个，好，手洗干净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去找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鱼，哇，好多小虾米，这是我们的黑壳虾，它是今天放了，我们今天是过来挖螃蟹的。这是我们不搞的，哎，这边有一只龟，哦，这有一只龟啊，真的是应该是有人放生的，算了，我们不抓它了，把它放了，走了小乌龟，不要再出来了。螃蟹，哎，它缩进去了，没看见，看不到了，已经缩进去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把它挖出来就好了。哎呀，好多石头啊，不行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啊。OK， 终于摸到它了，好大一个，哇，不能让它跑了，哇，可以，看到没有？哇，确实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挖得我辛苦啊！这个我们已经挖了，把它填好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的关注我，我是被鱼玩的龙哥，再见。